请全体起立。东西班分班对面站，请大家合掌。Yeah.
向上，面向佛陀。向佛陀行三问讯礼。一问讯：再问讯。三问讯。向说法主行三问讯礼。一问讯，一问讯就好。归命三宝。好，真福真慧，请坐。请大家轻轻地坐下。主讲法师、师父们、语文法众，我是苏丽琴，我是苏香云。大家晚上好，归命三宝。各位文法同学，大家已经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星期天。在这傍晚时分，云集我们古市，愿各位有个充实的文法夜晚。这是我们本年度首次的佛法讲座，事实上也是菩提资粮论第四次的宣讲。感恩古寺三宝邀请新弘法师再次莅临，以轻松和幽默的方式和大家分享佛法。时间宝贵，佛法更是无上的珍贵。愿佛陀的弟子们请静心的聆听法音宣流。法师请。尊敬的海印古寺住持、传仪大法师、各位法师、各位莲友、各位老朋友、新朋友、大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在讲经之前、我先说几句话。我们待会会先共修，今天是讲经第一天，大家也看到庄严的大殿。海印古寺呢，在去年呢，我非常的随喜赞叹，因为我没有这个福报建这个佛像，所以要赶快修一下随喜功德。海印古寺80周年庆的时候送了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现在新加坡很多道场都送《华严经》跟《法华经》，我非常的欢喜。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大乘善知识的功德。第二就是去年海印古寺大殿给开光了。然后有很庄严的活动，接下来呢，他将近有100多位的印度朝圣团，我今天早上也看了照片了。那所以今天就改唱三宝歌，待会我们一样按照惯例先送普贤行愿品。可是普贤行愿品完了以后呢，我要教大家新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会静坐5分钟才开始今天的讲经内容。因为今天只有礼拜天1个小时多，所以我第一场会放这个 Varanasi Trip 佛陀8大圣地的初转法轮这个短片。我请商业经社的学生跟我，我们做了1个多月。我知道在座的有一些同修跟干部呢去印度朝圣过，所以第二个呢，我们再开始上入今天的正式经文，从57页到58页。那今天会告一个段落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也会大家修无常观跟大乘空观，所以从明天开始会讲四无量心。那讲座是7天，我想每一天都会很精彩。那在座的所有的莲友也都很辛苦，我已经8个月没有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也很高兴，不过听说大家现在都很忙，经济很不景气。
我记得去年拜年的时候，我有个好朋友打电话给我说，哎，星火法师您好，你有没有被裁员呐？我说释迦牟尼佛应该不会裁我吧，对不对？我发愿菩，我有真诚的菩提心跟菩萨戒，我应该不会被裁员吧。我发愿尽未来际也都会出家的，所以我知道大家很辛苦，所以时间很宝贵，所以也希望你每一天都很珍惜。新加坡的莲友真的太可爱了，听经常常是有头有尾没中间。然后呢，其实我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主题，你想想看啊。所以我知道大家很辛苦，但是发个愿，七天呢都尽量不要缺席。大会也准备了晚餐跟交通工具，所以我们要随喜，一切的善缘都是很难的。但是在这里也说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昨天早上，今天几号？8号。昨天早上，7号早上，台湾的灿云老和尚往生了。灿公师父知道吗？在台湾传界很了不起的一位大德，啊，今年也应该是快87或是88吧。昨天早上断气了。所以我们也待会希望大家在送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，也回向给老和尚。那大家也知道前一阵子圣严法师也往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佛教的大德一个一个都会离开世间的，我有一天也会走的，不知道是你先比我走呢，还是我先比你走，这个莫宅呀，就是不知道，是很无常的。所以希望大家待会送普贤行愿品的时候，很真诚的观想前面是大殿的释迦牟尼佛，放金色的光芒，遍照新加坡3000大千世界，也遍照一切的众生。希望这些往生的老和尚能够成愿再来广度众生。好，维罗木仪，请准备，请合掌，翻开59页。敬于为
生庄严居，我以供养诸如来，最深依佛，最深相，莫相少相一等足。
色是法光无边，遍尽回向一如是。开经偈之前，请专心听。我这一次讲座会多教大家禅修，因为我观察到现在的众生压力很大，诱惑很多。我也知道大家求法的心很真切，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来新加坡。但是我也观察到，希望新加坡的莲友不是只是来结结缘，而是只是来佛法上真正用功的修持。举个例子，很多人的心就像这个念珠一样，绷得很紧。早上一大早起来，赶着上班，今天要 meeting， 中午送小孩，下班，这样子绷绷绷，啪嚓，会断掉的。同样的，当你下了班，今天虽然是礼拜天，也忙了很多事情，也去 shopping， 赶快赶到好印古寺来听经。结果呢，这一诵完经呢，法喜充满，一听经的时候就入了睡眠三昧，一回向的时候醒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太累了。所以待会我要教的，请注意听，从这次讲座开始，在我的讲经时间内，我会前面用五分钟，后面用五分钟。好，然后请大家静坐禅修。怎么做呢？有两个重点，因为你们现在坐在椅子上，第一，请身体背挺直，不要太用力，自然就可以。第二，手放轻松，手有几个姿势，一个可以这样摆，这叫禅定印，也可以两个手放在你的膝盖上，
这叫大手印或大圆满的这个禅修。但不要这样，干嘛？这是印度教的，你笑了以后最后变西法神的，所以缘起不同。若你有东西可以放在旁边，没有关系。所以请背挺直，身心全部放松。哇，请专心听，还没有开始做。然后待会五分钟，我会先敲木鱼，敲敲敲三声。先修什么呢？五分钟里面先修三分钟数息观。数息观就是注意在呼吸的这里，不管你有学过跟没有学过都可以，你就放轻松，注意你的呼吸，数出去，数进来，数出去，数进来。你要数数字也可以，因为时间很短，你不要数也可以，你就专心看着呼吸，把心定下来，眼睛不要闭起来，可以闭一半，然后呢你就完全放自己的，放轻松，这样子。然后呢三分钟以后呢，我会敲一声木鱼，叩一声。剩下两分钟做什么？你问这一个问题，我为什么来学佛法？思维，这叫正思维，前面属于止，后面属于观。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应该很简单啊。我再重复一遍，就是眼睛也可以戴着，没有关系啊，你不要紧张就好，完全放松。最重要是心放松而不散乱，这样子的话，待会你听经智慧才会升起。否则师父讲了很多故事，听得很高兴，右边听左边就走了。那今天结束的时候呢，回向文完了以后，也会叫你静坐五分钟，想一想我今天听到了什么。结束的时候不要想，哎呀，快一点，待会呢我出门要跑第一，先进去占一下位置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一到捷运的时候，我刷卡已经拿出来了，啪，就赶快回去。你的念头又跑掉了。什么叫念头没有跑掉？注意听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比如说我现在眼睛看着茶杯，对不对？我的心也要看在茶杯，不要说我的眼睛看着茶杯，心里想，哎，待会我要去吃榴莲，你这样心就叫跑掉了，听懂吗？所以你注意在那里的时候，心也在那里。所以待会你注意你的呼吸鼻尖的时候，就在这里。你有学过很多方法，我每天都会教，不要紧张，先肩膀挺直，手放轻松，脖子正的，坐在椅子上，腿呢两腿放直，不要这样交叉，也不要这样翘起来，也不要这样翘起来，就是两腿这样子自然的垂下，这样就可以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静坐五分钟，前三分钟修数息观，等下三分钟到的时候，我会再敲一声木鱼，那时候我会叫你思维，我为什么来学习佛法。好，好，请合掌，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，离开经济，一起念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各位莲友大家晚安，今天是讲座第一天，我今天要放一个短片，就是 Varanasi， 这是这一次为了讲座而帮助大家很用心的准备。佛陀八大圣地是非常殊胜的，佛陀他也是这样跟我们一样是禅修而悟道的，所以刚才教各位的方法，你可以在坐公车的时候，坐捷运的时候，任何地方都可以练习。你的心的力量是很大，这样子的话你才会有思所成慧。华人的佛弟子包含新加坡的莲友都很好要听闻佛法，这是很好，但是你听只是闻所成慧。套句金刚经讲的叫做文字般若，你看我们有讲音，这是佛讲的经文，而龙树菩萨做的论著。
可是呢，我们常常听过以后啊，在心中的力量很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心啊，像风雨中的蜡烛一样，所以你要常常训练你的心。不管你修大乘佛法、人间佛教、东方药师净土、西方阿弥陀佛净土，乃至于介绍南传、北传、藏传，成佛的都是从你这颗心。所以心的训练有很多方法，所以我希望提升大家。不然大会花了很多时间，动员了很多的经费，我也用了我的生命而没有障碍来弘法。那假如你只是右边听，嘴巴耳朵不右边耳朵听，嘴耳朵左边就跑掉的话，那我觉得太可惜了。为什么呢？佛法在你心中没有产生很大的力量，这是我从 Part 4 这次开始要加强大家的，所以会慢慢慢慢的跟大家引导到真正呢能够安住自己的心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透过这样的方法，你要诵经、唱赞、念佛或念咒都可以证悟的，好，这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的。好，那这次是介绍瓦拉纳西的短片，请看，这是瓦拉纳西佛陀油画的喀喜居士国，音乐是大宝法王作曲的《世界》，介绍恒河、鹿野苑跟求法经，是由桑野金色的莲友做的，照片是我们拍的。瓦拉纳西是印度教一个很重要的圣地，充满了文化，所以早晨5点多的时候，恒河是一片漆黑的。那大家知道，恒河在印度教是它的圣河，他认为在河中洗过一次澡，将来就可以升到梵天。所以我们莲友一大早4、5点就搭船去看河。来自于世界很多的弟子，有南传、北传、藏传的弟子。那水上的人呢，卖灯花贡品；做生意人满脑子想，哎，要赚生意，赚钱。可是佛弟子呢，应该要点灯发愿。我们在轮回里面，就像生生死死、死死生生的这个海。若我们没有到佛法，我们永远无法从到这轮回的河流当中得到解脱。当太阳光升起的一刹那，带来了光明。这个世界本来是充满了光明的，充满了喜悦的。但是因为人的烦恼，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痛苦烦恼。那在恒河瓦拉纳西旁边，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公共浴池，也很难想象啊，他们在那边洗澡，为什么呢？从西方人眼光呢，这里很多细菌，可是在印度教的眼光是在恒河里沐浴祈祷是可以忏除他的恶业，一生只要洗过一次澡，将来他就可以回到梵天。恒河旁边有很多的坛城，就是呢烧做功德或火化的地方。印度教认为在恒河火化的时候，把骨灰撒到恒河里，将来会得到更好的来生。所以这边是达萨瓦美坛的恒河。这个影片我每隔2天就会放一次，没关系。那它有很多古老的文化建筑，佛教起源于印度，其实有很多是有关系的。这是帕雅格河坛，河边的坛城，你可以看到他们火化。然后呢，所有的莲友呢，哎，就坐着船走向这个佛陀曾经在恒河走过的地方。就像阿弥陀经讲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，出广长舌相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。那动物们也来了，希望我们将来是莲池海会佛菩萨，这是未来的恒河沙数诸佛。恒河是一条奇妙的河，地球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，而我们是最奇妙的生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听闻到了佛法。第二个介绍萨尔纳塔，佛陀初转法轮的圣地。
Sarnatha 称为鹿王的意思。据说以前这边有很多修行的人，鹿群居在那边，又称为仙人林。佛陀在菩提迦耶悟道以后，向西独自走了300公里，在这个地方初转法轮，见到了五比丘，所以请跟我们进入鹿野园遗迹的公园。这是叫做乔堪奇佛塔，是建于453世纪到5世纪。佛陀第一次在这边遇到了五比丘，五比丘在这边看到了佛陀，非常的感动，因为佛陀是证悟者，这是雪谦寺的壁画，他就为他铺法座。那这个佛塔呢，在16世纪时候曾经重建。然后呢，玄奘大师在《大唐西记》记里面也描述说，当时这个佛塔有300多尺的之高。那我也很高兴，我也带了很多莲友去这边朝圣，其中有一个叫做莲美，这是什么字？看不见。莲美克，这对不起，达美克佛塔，建于第1世纪到第5世纪，这是目前最完整的佛塔。那待会也会看到尊贵的大宝法王第一次弘法就在这边做法会，希望能够以佛法利益众生，就像佛陀初转法轮一样。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法会。这个佛龛本身里面有8个佛龛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佛像上有很多的浮雕跟装饰。那佛教徒呢，要不能空手去圣地，要供花香花灯果烛，这是我们那时候要做大法会的时候也可以点灯。今天我也会介绍点灯的很多用意。那供完花供完灯以后，你应该精行，可以念佛念咒，同时也要念佛念法念僧，想你现在看呢只是落后的圣地，可是当时佛法是非常兴盛的。那尊贵的大宝法王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所以他2006年呢，亲自呢在法会最后一天，他决定要到这里来。那我也很高兴，因为当时我也是很多人之一，我拍到了16世伽玛巴亲自礼佛的照片。他是释迦牟尼佛真正曾经说过，观世音菩萨1000亿化身在这个地球里，的确是化身。观音的亲自化身，然后有很多的仁波切法师，还有全世界的佛弟子在这边祈福。那时候是2006年，可是呢，园区内历到战争、无常的变迁，现在你都看不到佛寺，都只是遗迹而已。所以，当我们到圣地的时候，你要去思维，一切佛法是无常的。这是阿育王曾经建的法王塔。阿育王是转轮圣王，护持佛法。那现在依考证，佛塔有很多种，这叫做覆钵式佛塔，把钵反过来盖上去。现在只剩下地基，佛曾经在这个法台上讲经说法。那这个是从佛寺的遗迹到远处的耆那教的寺庙，接下来参观摩建陀具提僧院。就是这一栋建筑物很像欧迪嘎雅的建筑。听好，纵使广大的佛陀有这么大的功德，最后呢众生的业所显现了，很多佛法的东西还是被摧毁的。那这个地方曾经是佛陀跟比丘第一次结下安居的地方。好，这是大厅内的全景，有一尊佛像，是全印度最有名的佛陀初转法轮像，原像现在在博物馆里面。那壁画呢，是很多日本的佛教徒提供的经费。那前面有个钟，钟声遍满法界，象征佛法遍满法界。啊，这是我们的莲友，右下角就是秀慧，我的学生，他为了做这个呢。业力现前，眼睛受伤了，可是他还是发愿把它做完了。这是寺院前的和平钟。寺庙的东侧有一个地方建了佛陀跟五比丘的雕像，代表佛的初转法轮经。这个经呢，现在是刻在大理石上，
由尊贵的达赖喇嘛跟大宝法王曾经来这里开光过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若没有佛陀，他若没有转法轮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生劫。所以要听闻佛法是很不容易的。那这棵菩提树呢，是从斯里兰卡接枝过来的。所以那接下来瓦拉纳西有各个宗教的寺庙，现在介绍这个藏传佛教一个创古仁波切的寺庙，1999年而在这边建的创古智慧金刚大学，我也曾经在这边上过课，它是典型的藏传佛教，各位只要欣赏就可以，非常庄严的大殿。那大宝法王曾经在这边上过四供家行。西藏人很喜欢辩经，可是我们中国人对这个文化比较不契机，所以大部分改成研讨。辩经是辩论你所学的佛法是不是真正的你理解，而不是背很多经文。比如说什么叫佛法僧，不同的经论解释有深浅。所以他们呢，这里每一年有500多位的这个僧众来这边辩经，在辩经的过程中可以增长你的智慧。那传统上大乘佛教比较不接受这一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文化不同。接下来尊贵的大宝法王为了利益众生，他也整顿僧团。传统上以前的噶举派呢，都是讲密勒日巴在山洞修行，可是作为一个出家众或僧宝，不管南传北传藏传，你要如法也如律。所以大宝法王亲自盯着他们食衣住行，他们也要托钵吃饭的，所以佛法这样才会复兴。那这个供养也是全世界的供养，所以法王会亲自盯着大家吃饭要有什么威仪，然后观世音菩萨亲自在教，这样的话正法才能够住世。接下来因为他这一世跟华人的缘非常的深，所以由台湾的化育基金会发起，请全世界的华人跟西方弟子请法王上课，当时我也在其中，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欢喜。那单独也有觐见甘玛巴，我知道新加坡的莲友也跟甘玛巴很有缘，你发愿吧，至少见甘玛巴一次吧，我这一生见过了他8次，他非常的慈悲，就像母亲一样永远鼓励你。世界各地的弟子呢都会分批的去见他，这是我的学生。所以你想，我们都念观世音菩萨，那现在一个观世音菩萨真正到来了人间，你为什么不去发愿见他呢？可是见他的话也是会有很多的障碍的跟考验的。这是我们的学生。好，接下来佛陀出法法轮的这个鹿野院呢，这是最庄严的佛塔。所以瓦拉纳西是一个很古老的圣城，几千年的印度文化精华也都在这里。这是佛陀第一次见到五比丘，五比丘迎接佛顶礼佛陀的地方。恒河是变化万千的沿岸风光，从我们的角度看这是肮脏的河，可是在他们的精神生命里面，这是 Holy River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充满生命力。同样的，这源源不断的河流也象征着修行的生命呢，就像河流一样永远不中断。所以佛法现在红遍了全世界，但是当你很不幸地回到印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现在的印度佛法是没落了，反而在其他国家非常兴盛。所以作为佛弟子要发广大的愿心，生命其实很短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很多善知识都往生了，其实生命真的是很短的，就像太阳夕阳西下的落日一样。所以为什么要点灯呢？就是延续佛法的无尽灯，希望佛法能够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那你这一生呢就会过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。好，谢谢。过了2-3个星期以后呢，这个短片就会在桑耶精舍上网。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透过科技是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众生的。好，请各位看经文，翻开讲义第57页。我现在先调查一下，这个呢是讲义 Part 4 第4次菩提资粮论，第一次有来听的请举手，举高一点呢，让我看看到你。
好，请放下。第二次有来的也请举手。好，放下。第三次，上一次有来的请举手。好，谢谢。今天有来的请举手。不，今天有来的请举脚。好，我们得复习一下，因为这部论呢有十卷。哎，真是感谢啊，海印古寺的住持请了一部最长最长的经。虽然我们没有签约了，但是我每半年就来新加坡，我很高兴。好，先看幻灯片复习一下，请先换幻灯片。菩提资粮论请先背起来，它有好几个资粮，这是以前的讲义，请复习一下。我刚才说为什么要训练你的心，注意听。我现在在就讲佛法。学习佛法大概可以分两个方式，第一，听你从来没有听过的。像我生命第一次听到佛法的时候，我听到了这个十二因缘、六道轮回、生从何来、死从何去，我很大很大的震撼，我才知道，哎呀，原来我是这样投胎的，原来呢，我们是这样轮回的。当我第一次听到六度波罗蜜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哎呀，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有智慧的人会讲不失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还有这么多这么多好的故事。那时候我听一个法师讲六度波罗蜜，从大智度论里摘述出来。所以我们讲座的第二次事实上就是六度波罗蜜的专辑。所以你要想佛法它真的是非常的殊胜，可是呢，你听到你从来没有听到的新的东西，就代表你有善根，你有善根才会学习佛法。那佛法的内容呢，是广大如虚空，是无量无边的，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但是第二个重点注意听，在座所有的莲友也都是要这样。我们虽然学了很多佛法，可是很多人是右边学啊，右边听，左边就丢掉了。在这里很慈悲，待会呢出门撞到人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哎，你怎么不让我啊？你的慈悲不见了，你的耐心也不见了。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重点注意听，学了佛法学了很多，要反过头来检查你的想法、身口意，你的行为、你的语言跟想法是不是真的照佛的经典去做，这个才叫如理如法的佛弟子。大家也听过无常，大家也听过无我，大家也听过一些空性，可是吵架的时候呢，是你空我不空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反省自己所学的东西是不是在语言、行为跟思想上真正去转变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不然这个龙树菩萨菩提资粮论你上网你全部也可以看得到，但是你为什么会去学习佛法？因为你要听善知识为你解释，这样的叫文字般若，以金刚经讲。第二个，要把这个佛法用在你的心里面。好，看我的手，就像两个手，我们握手的时候，朋友握手跟握手，两个手要碰到，你的心，一只手代表心，一只手代表佛法，要两个握在一起才会有力量嘛，不然你看这样能握手吗？这样能握手吗？了解吗？所以我很希望帮助新加坡的莲友在佛法上要提升。各位是真的很有福报的，我们宿世无量劫的缘，所以我才感动呢，才会来这里。但是我觉得很多的莲友还是莲友台停在初学的多，他对佛法并没有很有次第的去深入。所以第二个，希望你要把学习的佛法不要求急。比如说我明天要讲慈悲喜舍，你也听过，但你会不会修呢？你看到别人真的能够升起慈心吗？你看到别人很痛苦的时候，你真的能够升起悲心吗？你心中真的很快乐吗？还有舍，你今天心中真的能够放下你所有的执着吗？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但是要去努力。好，所以请看幻灯片。所以或许呢，我有考虑考虑，当我们菩提资粮讲到一半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来考试一下吧。哎，你看我看到很多人的脸，就发觉，嘿，那我下次就不来了。不是这样讲。好，请看幻灯片。第一，
句句菩提资粮的缘起要有果跟因。果，我们为什么来学习佛法？因为轮回很苦，我们想要出轮回而成就无上的佛果。因地呢，那就要行菩萨道。接下来看甲二，菩提资粮的第一个资粮是般若波罗蜜。这些讲义都有，但练习背在你心里。那这里面呢，般若波罗蜜呢有分因缘果，因是以法空性解般若，第二个有助缘，有大悲心、菩提心跟无二慧，第三个最难的是要以无所得而证入彼岸。一般人我们学习佛法，或是一般人在世界上做生意的时候呢，都是呢要讲条件的。比如说你现在出差要去签一个 project， 你第一个的话， What kind of profit I can get it， 我可以得到什么利益。那反过来讲，你没有利益我就不谈了。其实这样的想法从世间法来讲是对的，可是从佛法来讲，你的心量就很小。这就是你轮回的根。为什么呢？你一切呢都是在我得到利益。可是佛法讲无我，因为你什么东西都是我，所以当你在进修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哇，自己的念头好多好多啊，对不对？贪嗔痴的念头像波涛汹涌的海浪，对，这个就是你轮回为什么出不了轮回的根。那各位也上过佛学班，也听过很多法师的讲座，你也知道无我。可是问题是烦恼来的时候，你怎么修无我的空观呢？我再讲一遍，你怎么修空观呢？回去想一想，有不一定现在定答案就告诉你。好，接下来再看第一卷到第三卷的整体架构，请看幻灯片，我先把它打下来，专心听很重要哈，因为这些讲义都有。第一，要积聚资粮的缘起，要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第二个，要了解菩提资粮的本体是第一种资粮，叫摩诃般若波罗蜜。佛法最后最深的地方是讲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我也发愿，我希望将来能够为新加坡的莲友讲般若波罗蜜，希望我没有病痛，没有障碍。虽然我也流通过金刚经破空论，全世界的很多人也上网，但是我希望将来能够为大家讲十卷本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因为从来法师没有讲过，我现在在整理做科判。第三个，好，上次讲义答五度波罗蜜是第二资粮，对不起，要改一个字，叫十度波罗蜜。上一次我们讲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这六度你应该很熟了，在第二次讲座就讲完了。那接下来还有方便、愿、力、智，另外四度波罗蜜是在第三次讲座讲的。接下来再看甲四，四无量心。注意听，这里的四无量心是指大乘的四无量心，南传也修四无量心，大乘也修四无量心，金刚乘也修四无量心。明天我会讲这个主题。为什么四无量心是在六度波罗蜜之后呢？因为它要有禅定跟般若波罗蜜的基础。那禅定里最重要是什么？你要训练开始看自己的念头。什么叫做学佛法？注意听，真的要看到自己的念头。可是我们一般人很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念头。举个例子，我有眼睛，我现在戴眼镜，可是呢，我看不到我自己的眉毛。我可以看到你的眉毛，你可以看到猩红法师的眉毛，但是猩红法师看不到猩红法师的眉毛。这就是我们的强烈我执。那怎么看到眉毛呢？各位，怎么样看到你的眉毛呢？有什么方法吗？有人说把眉毛给剃下来就看到了，这是一个方法。那还有呢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拿一个镜子。各位漂亮的女居士们、女菩萨们，你不是每天早上都很喜欢打扮吗？看看自己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禅观就是这样，透过镜子来看到你自己的眉毛，同样透过指跟观要看到你自己的念头。看到你的念头，你才叫做进入佛法的心地法门。我讲的心地法门不单单指禅宗，是任何一个宗派都重要，念佛念咒也都要看到自己的念头。可是很多莲友呢常常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释迦如来释迦如来，
到处看外面，两不老，对不对？啊，闺蜜三宝也很好啊。闺蜜的呢，都是外在的三宝，可是你忽略了，那你内在的三宝呢？你内在的慈悲心呢？智慧心呢？所以在这里讲假四，四无量心是放在止跟观以后的六度波罗蜜之后，所以它是广大无边的，这是大乘的四无量心，明天会讲。接下来第五个成佛，最后还是要靠自己，不管你遇到了师父或是遇到了贤劫千佛，遇到善知识，最后啊，你还是要靠自己精进不退，所以第四类资粮是精进不退才能成佛。第六个是要慈悲跟智慧结合的三摩地，这是第五类的资粮。所以从甲四到甲六，各位可以翻开讲义64页，64页一直到67页，就是讲甲三、甲四、甲五跟甲六这三个科派。各位今天可以回去预习，我也会详细讲。所以你要先了解它是有整体的架构的。做个重点，第一，要了解什么是菩提心而升起成佛跟度众生的这个愿心。第二个，第一资粮要先修般若波罗蜜。所以佛教反正真实的说，不是先修慈悲，应该先修智慧。你有智慧，你生出来的才是真正清净广大的慈悲。当然慈悲心越强，智慧也会增长，但是按照顺序来讲，应该先修智慧。所以为什么要听闻佛法？第二个要修的呢，大乘佛法简单的说，在菩提资粮论里面是讲十度波罗蜜。事实上大乘佛法你可以写在旁边，要修三个重点。第一，37道品，你自己写讲义。第二个，十度或六度波罗蜜。第三个，还要修华严经的十地法门，这才比较完整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37道品是通南传跟大乘的，在清净道论以及大智度论跟瑜伽师地论里面，尤其是大智度论都有37道品。我的讲座里面呢，我没有讲37道品。第二个，要发菩提心直接行六度或是十度，这是菩提资粮论讲的。第三个，证悟的阶次1、2、3、4、5、6个阶梯，就像小学生要念小1、小2、小3，事实上它的阶位是有10个的，叫做十地。十地里面第8个叫不动地，才叫精进不退。当十地修圆满了的，11地或13地才会成佛。所以成佛的这条路上，你必须要看得很清楚。好，接下来再看幻灯片，十度波罗蜜里面呢，啊，看幻灯片，大家知道，复习一下，丙1到丙6，我们讲过了六度波罗蜜，有了六度波罗蜜度众生之外，还要有善巧方便，所以丙7是善巧方便。上一次讲座我讲了很多的例子跟很多的方法，接下来丙8。他不是只为自己，要为无量的众生发广大的愿心。丙9是利波罗蜜，那时候我介绍过文普贤菩萨、大恨普贤菩萨。各位可以去菩提长青买书，有一个叫做普贤菩萨小百科，书已经出来了，那里面有很多的图跟经文，非常的好。